昨天跳绳比赛的时候，本席这边有收到说有家长认为裁判不公的状况，不晓得教育处这边有没有掌握？有掌握哈，处长点头。那本席知道警察局有派警员过去关心，可是他们的做法让本席觉得非常的意外。他们首先去了解我们是不是我们屏东县的家长做的行为，然后是因为我们的家长强烈的说不是我们做的，是外县市的家长做的，然后警员的做法居然就这样悻悻然的离开，也没有去询问该县市的这个丢水瓶的家长怎么回事。那对于这样的行为，本席也是觉得强力的谴责，也是零容忍。刚才处长提到全民运教育处的立场是保护选手的安全，让这个大赛能够圆满顺利。那对于这样的事件，警察局跟教育处，我想这个部分需要来检讨怎么会是这么轻率的做法，也希望说接下来赛事不要再出现这样子暴力的行为。